利白集团自1994年立足日化行业，坚持健康幸福每一家的企业理念，成功打造出中国洗涤行业第一品牌利白，成为中国日化行业的领军企业，改变了中国日化行业发展的格局。自洗涤行业夺冠后，陆续进入家居杀虫、家居清洁、个人护理、口腔护理等日化行业，打造出超威、六必治、威王、西兰等一批知名品牌。利白集团主营业务逐渐从单一洗涤产业向大日化产业结构转型，实力决定地位，高度远观未来。现在的集团 VI 系统以红蓝外圈围绕利白，更多的体现洗涤行业品牌的属性。随着利白集团大日化战略的全面实施，产业结构进一步拓宽及优化，集团 VI 需突破洗涤行业的单一行业指向，以更具行业包容性、更具国际化的形象，承载利白集团大日化的战略，实现利白集团为消费者建设健康幸福每一家的企业理念。新维埃采用时尚、简约、大气的利白中文及 LIBY 英文的中英文组合，文字采用跃动圆润的字体造型，体现年轻活力的调性，结合文字细节的精细化设计，体现细心关爱消费者的导向，并传承代表健康、纯洁、环保的蓝色调和代表幸福、关爱、快乐的红色调。台上的红点既形似生机盎然的树叶，又形似消费者的笑口，是利白集团健康幸福每一家企业理念的集中体现，并形成新VI的独特记忆点。新的面貌，新的高度，焕然一新的新VI承载着利白集团大日化的战略发展，展示着利白集团致力于成为卓越的无处不在的生活护理日用品集中商，为不同类别、不同空间的社会大众、家庭等各类消费群体提供优质健康的产品和服务，美化消费者每一天的生活。也标志着利白集团以更高的视野从本土迈向国际，奋力实现创世界名牌、做百年利白的愿景和使命。利白，健康幸福每一家。